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各位马来西亚朋友，槟榔男马哥，今天我在这边呢，我会用华语、福建话 mix 掺掺跟你们讲，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呢，可能首先讲的马来话他不会听，讲阿妈他不要听，所以今日我先讲讲华语，好讲话，会晓听了歌，未晓听我都无办法了，爱出啊广东话就时候啦，即古代金桥话人爱滴出，老滴出，未使出来十四日。第一日哈，不然就白新冠肺炎，我今天马来西亚是真加严重。你来买消消，因为这白传染信息真加咩？然后你看未到诶，它是完全看不到的，它跟空气一样是看不到也摸不到的。所以当今政府爱我人留伫厝十四日，是卖我人出去传染，卖我人聚集伫这位互相传染。行动限制令咧，一直爱阻止这位病愈来愈严重，怎么样安尼做咧？因为当今这个 coronavirus 新冠肺炎在全球呢越来越严重，马来西亚也不例外。马来西亚呢一天比一天的严重，所以我们的政府呢爱实行这行动限制令，给我们卖出门，因为防止这病情越来越严重，感染全国的人。都要学堂、港腔、shopping mall、加料都被砍 ，maybe 那些人的记忆啊，好像鱼这样的。这边讲那边忘记，一睡醒不了就已经忘记了行动限制令的这个存在，因为呢基本上就看着真加济人，了底下边上班佫袂要紧，佫食物件、啉咖啡、食螺蛳，无戴口罩这里个是死啊！甲你人讲，叫你人买了买买对厝，唔爱甲人讲话了。所以啊，那是啦，你人是做人惊的，做人怎么惊？做人惊啦，你人的父母啊、出门啊，会记叫人戴口罩。戴口罩，要对来出来，那就爱洗手，保持干净。有很多固执的人 ，Kiki 呀，他们不听话的，你跟他讲不要出门，可是他就待不住，就黏是要出门，他的屁股哈、不能黏在家里的沙发的，他一定要起来的。他可能跟那个家里的沙发那个床啊有仇啊，还是跟家里的那个墙壁啊有仇啊，他们不能面对这些东西的，他们一定要出来的。你出门啊，你进到那个 lift。你不知道那个 lip 呢是黏着那个冰的，然后你就去按，你不知不觉中你又去摸你的鼻子、摸你的脸啊什么啊，那你就中招了咯，就丢街了咯，丢输了咯，就死了咯。但是你不知道，你过去找你的朋友啊，散步啦、讲话啦、吹水啊、喝茶啦，你若无听话，下一摆呢就是在隔壁店边啉茶了，是在那个山头边边啉。你在无在中国啦？有真加侪人啊 ，maybe 会按掉了，一堆厝会惊掉，会无掉，规家口死个了。不然呢，就是父母中死到完，生一个孩子孤苦伶仃的留下来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些都是真人真事来的。你们不负责任，你们还出去感染到，你们死不用紧，你们害到你们全家跟你一起死。不然就是留下你的孩子一个人，不然就留下你的妻子一个人在世界上。你们觉得这样公平吗？我不想马来西亚呢沦落到像中国一样的地步，因为这个真的是很惨很惨的。大家买消消，大家买消消，这病是有影会造成安尼状况的。这个 coronavirus 一生真加咩？它感染很快，尤其我在我们马来西亚呢，是一天一百这样上升的，就跟当初的意大利一模一样。你知道意大利今天它的死亡率已经超越了中国。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多严重，现在意大利比中国还要严重，他死的人啊比中国还要多，意大利死的人啊比中国更多。为什么 ？Why？ 就是因为意大利人无听话咯，伊人无听讲死嘛死咯，出门咯，佮交天命啊聚集啊，所以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死亡率多过中国，还一直在增加，佮滴滴滴还袂减。我来马来西亚一个感染力啊，感染的病例啦。像个 rocket 安尼啊，滴滴起啊，打滴起啊，无停着。那是啦，你人家了不合作啦，滴滴安样出去啦。政府的行动限制令啊，无止十四日 ，maybe 哈、还会再 extend， 还会再 continue 到不知何年何月。到时不是感染病的人死，做生意的也一样死，做生意的生意倒闭，跳楼死，不有，割了死就对啦，做生意的本死啦，就病死啦。还有啊，如果再这样继续严重下去啦，我们的马来西亚政府医疗啊支撑不了多久，我们也没有这样多的人力资源。那是讲啊，搞个几集啦，
ว่าหลังมาเลเซียเราคนชูอ่ะโบปันควัดแฮนเดอร์อ่ะหลังก็แล้วเตือนแน่ะ甚至连床都没有得睡，要像中国这样睡在医院的走廊、地上还不用紧，个不要紧啊。系列的是啊，青菜丁或者烧，那个时候被风光大葬啊，青菜烧烧都死了，无叹风光大葬了。哈利路军呢，迷失呢，他俩爱做工，伊人被逼被表爱去做工，要上前线去为我们国家医治我们人民，医治你们这些不听话的人。了你们呢？这些可以待在家里的人呢，就做不进，一定要出门打就爱出门的话，未使地处诶，都爱硬硬爱走出去。不要讲啊，总之咧，这个新冠肺炎呢，只有一种解药，那就是不要出去玩。So， 大龙啊，大龙路人啊 ，please 啦 ，stay at home， 留在家里，不要出门。OK 哦 ，OK，please 啦哈。maybe 啦 ，maybe 啦哈，加贼狼啊，那比他戴口罩，不会戴口罩，所以我示范给你们看怎样戴口罩 ，OK？ 嗯，我先拿一片口罩，这个是 sample 啦哈，然后就这样戴，然后戴，卡这个鼻孔，再戴落去这铁丝 ，OK？ 你戴落去，一个口罩 ，OK？ 这个戴啊，一个开起来，然后脸边下巴下巴边哈，会使哦，你卡掉，安全。随时随地带出门的干洗手液，拿啥喷的，洗的，切切的，不够干净啊！喷个净，双手不会再喷的，嗯，你要清洁的，啊，你个清洁，啊不，你脚不会喷的，都会喷到路干净就掉了。最重要的有喷，杀掉你手上的细菌。爱买70%的 alcohol 的，哎记哎记啊，弟兄哥啊，哥哥姐姐妹妹啊，弟弟们啊，出门记得要这样做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家人。所以我呼吁大家，如果要出门 ，baby 要出门，出门上班，出门买食物，买日常的用品，请你们务必戴口罩。